係嚟自地利亞修女景學校協和嘅彭金珍。我今年係第五年有學界比賽。其實上一年嘅成績麻麻地，因為自己懶咗之後，所以導致自己嘅成績下降咗，都算滿意嘅。因為今年我游咗平往年四年冇游過嘅泳式背泳啦，攞41秒幾，所以我覺得其實突破咗自己都算好噶，雖然唔快。下一年嘅學界比賽同往年嘅學界比賽嘅目標都係一樣啦，我就係為咗突破自己嘅成績就好啦。